小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千岛娃娃课，我们要学关于会游的动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？鱼。很好，你们看过鱼吗？有。那你们看过鱼在哪里呢？在水里。啊，对了。鱼是在水里，鱼呢？你看，鱼没有脚是吗？但是呢，它会游。我们看这个下一个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虾。啊，对了，虾。你们看，虾的脚有很多是吗？虾呢，它用它的脚游。你们吃过虾吗？有。来，我们继续看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动物呢？鸭。对的，鸭，它能在地上走，然后呢，它也会在水上面游，它用它的屁股游，是吧？鸭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，鱼。